另外他给你的这三个直接可以商品抵用的100块，你不用再去抽，我直接送你300块直接当你抵用。可是他有限制，他是要1000块以上你才可以用一张100块。最好的模式就是你买了这个福袋马上到家伙手里，今天要来开箱丰康超市2024年龙来富福袋。福袋上面有一个丰康超市他们的吉祥物微笑厨师，外包装跟去年一模一样，价格也跟去年一模一样，都是一个299元。那他今年抽的抽奖是100万现金一位，二奖是丰康超市提货券10万块一名，三奖是丰康超市提货券10000块10名。我们来看他福袋里面今年可以拿到什么样的东西，又或者是有没有提供其他的奖项在里面。我拿到一罐立式的沐浴乳400ml，抗痘双效洗面乳100ml，大嘟嘟特选油脂葡萄干，白兰的浓缩洗衣精300克，100克的关山米，小小一袋。丰康超市今年的福袋里面，我拿到了这五样商品，还有一个丰康超市的红包袋。这个红包袋鼓鼓的，等一下来看一下里面是什么东西。第二袋泰式柠檬香茅风味的蚕豆仁，随身6小包，不用一打开就整个要急着吃完。甘栗仁，它里面也是有5个随手包，一样有一包白兰的浓缩洗衣精300克，台盐的海洋肥皂，净白透光美白面膜，刺露。这五样商品是我这一个福袋里面的东西，整个丰康超市的红包袋非常的鼓舞，让它看起来好像很厉害的样子。里面有这么多东西，最重要的刮刮卡，丰康超市的刮刮卡，我有2张，所以有2个机会。刮卡的这一部分就是立即奖，你刮开什么就是直接送你那一样商品。另外这一边兑奖券，这一个兑奖券就是可以让你抽现金100万的地方。这张抽奖券呢，你要留好，因为它在1月16号的时候，它就会抽出谁得到100万现金，还有10万块的提货券跟10000块的提货券。中奖了之后呢，你要凭这一张去领取，所以这一张非常的重要，你一定要留好，你一定要放在你家的聚宝盆，还是你家的神明面前，放在那里，请他保佑你1月16号的时候可以抽中。来看一下我这2张可以立即刮到什么样的奖项，认真要认真一下。咖啡，美式咖啡。第二张，咖啡，这2张我都刮到，送我一杯美式咖啡。它的使用期限是2024年的1月1号到1月31号，所以如果我有去台中，有去丰康超市的话，我才能兑换。再来，还有好多券哦，就是它一个福袋里面就会给你这么多东西，一张很大张的折价券，这么大张，这么大张，这些优惠商品。都是他丰康超市提供给你的优惠，所以这些商品如果你想要的话，你可以看一下要不要去丰康超市买这个福袋。这些优惠活动呢，都是你要在2024年的1月1号到1月31号这一个月当中把它使用完毕，逾期无法兑换。还有3张丰康超市的100块现金抵用券。刚刚有抽奖可以抽那个10万跟10000的提货券，可是那个要用抽的。那另外他给你的这3个直接可以商品抵用的100块，你不用再去抽，我直接送你300块直接当你抵用。可是他有限制，他是要1000块以上你才可以用一张100块。最好的模式就是你买了这个福袋马上去看一下里面有没有你想要的商品，它有折扣，如果刚好加起来可以超过1000块，你就可以再多用这个100块，这样子的优惠就真的会很有感。刚刚那些都是丰康超市他自己提供他们可以给你的优惠商品，接下来还有优惠券，但是这些优惠券呢都是其他的品牌。3张巧福满200送20，必胜客跟肯德基的优惠券。必胜客跟肯德基毛起来跟一堆福袋合作，让大家吃得完吗？再来是乐园的部分，地堡乐园探索世界全票双人1000块，T
天空之梦搭乘券双人350块。这两个乐园的部分，它的使用期限是到2024年的3月31日，也就是春天过后你就不能用了，你就只能用春天。另外还有一张亲近农场入园优惠券，可享团体票价优惠。另外呢，会再送你饲料的兑换券，兑换绵羊饲料一盒，使用期限是到2024年的12月31日，可以让你用到年底。这张是唯一一个使用期限最长的优惠券。这些就是风浪道士他提供的优惠商品。那除了这些品牌的优惠活动，你是必须去品牌使用之外，他们自己提供的优惠券跟这些商品折扣，你一定要去他们家的门市使用。虽然他们有提供网购的方式，但是这些应该是网购是没有办法消费折扣的，因为风浪道士只有在台中才有而已，所以这就很有局限性啦。除非你是真的想要试看看运气，想要抽个奖，又或者是觉得买到这些商品你就觉得开心的话，你可以去台中去买看看。那这些优惠商品呢，就可能还是需要台中本地人，或者是住在风浪道士附近的人，你常消费的人，你才会觉得比较划算，比较实用得到。我本来想说我会不会拿到丰康他们家自己的商品，因为既然是丰康超市推出的福袋，你应该会放自己家的东西吧，结果今年没有。因为我去年的福袋有拿到丰康的保鲜膜，他们的保鲜膜真的很好用。我本来想说今年还可不可以再拿到保鲜膜，就算没有的话，能不能有一些丰康其他的商品让我认识一下，结果没有。放的种类就分布的还蛮平均的，有用的也有吃的，就看你要不要买他们的福袋加减用一下。然后主要是要抽那个奖项。吃的部分其实没有太认识那些品牌啊，用的部分就是加减用一下。如果你不挑品牌的话，家里可以洗衣精用一下，沐浴乳跟洗面乳用一下。那这个商品组合呢，有3款，还会有1款，就看谁有没有去买到另外那一款福袋。如果你是丰康超市的常客，这个福袋你一定要买。如果你是想要抽大奖，你想要抽那个现金100万，你也可以去买。那如果你是想要买里面的商品内容的话，我会觉得你喜欢这些商品的话，你再去买。不然就是你买了之后，你要想办法把它使用掉，毕竟都花钱买了。乐园的部分很少福袋会提供优惠，觉得你明年上半年有可能会使用到他提供的这些优惠折价券，你就可以去买。但是使用期限真的非常的短，他们的使用期限非常多，都到1月底就结束了，而且抽奖1月16日就抽了。你要买要快，抽到你就可以过好年了。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如果喜欢我的影片，欢迎帮我按赞、留言、分享，还有订阅我的频道。那我们就下次见咯，拜拜。如果你也想成为下一位爆红创作者，请打开下方资讯栏连结，一起来投稿吧。